YY Live 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尊贵钻石公会，第四名纵横三五三，第三名画社三零一，第二名五 D 五五零，第一名御风八八五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有请四个公会代表，钻石啊。这四个工会都非常有来头，哎，比如说我们的第三名五弟，他就是我们等一下有一个主播叫做弟哥自己创办的哦，他既是主播也是工会会长，听总颁奖。当然还有我们的纵横工会，也是有非常多优秀的美女主播啊。谢谢平总。那我们请御风八八五的代表来发表获奖感言。大家好，我是御风的主播吴彤，今天很荣幸代替御风工会上台领奖。首先我要感谢一下这个欢聚时代 YY 以及官方的人员的支持，还有感谢我们御风传媒的各位大哥还有旗下的所有主播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在我们大 boss 七叶还有我们所有的管理的带领下，能更上一层楼，加油，2017御风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再次恭喜四个工会。我们这个最大的土豪华子哥不说两句吗？不要是吗？好。好了，恭喜四个工会，谢谢。